为着要让好美镇所有的绿色家庭，拢过一个温馨的五日节。关怡湾林根人服务处再起着热力滚滚，大家是拢无用着所有白种的种地作业，就连议员嘛亲身徛起伫椅头啊顶打布条，为着就是希望好美镇民拢会当过一个快乐的佳节。哎，这无因弄才会切的啦，哎，那无，哎，无迄商店袂切的啦。揢着汤匙啊，豆奶，搁着桌顶往前，用铁布粘布条，洗鼎贴帐箬，毋是议员林根人要嫁走囝，是明仔配合好山新发展协会要举办800粒，分送予家扶中心以及弱势家庭的活动。因为咱吼明仔载吼，伫咧六月初四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林基林基玩家服务处吼，啊，有一寡志工吼，啊，要来甲咱斗拍一寡肉粽吼，啊，要来应景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端午节安尼吼，啊，要予咱一寡大和美地区的吼，啊，而且低收入吼，啊，佮有咱和美吼家扶中心吼的囡仔吼，啊，小朋友啊，一起来庆端阳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明仔载要来拔，因为有差不多拔草3-4千粒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工作吼啊真繁忙安尼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。啊，即个工作人员，即个志工啊，提早来传了，洗粽叶啊啦，吼，啊，切猪肉啦，啊，切香菇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就提早一工吼，啊，来做即个工课安尼。所有志工动起来，因为4000粒真正是一项大工程。议员林根人讲，本来预定3000粒，但是考量绿色家电以及所有好比店面参加的需求量，再一直追加到3500，甚至是4000粒。啊，咱啊，明仔载吼，咱六月初四吼，啊，哎，六月初咱吼，伫咱服务处遮家呢，因为啊，咱六月初到就是咱端午节啦，啊，咱服务处遮的志工妈妈呢，啊，以及啊，咱和善新发展协会吼，啊，陈立宝理事长呢，啊，加咱服务处呢，啊，来配合吼，啊，加咱和美啊，国民党民众服务社吼，何义龙书记啊，来联合吼，来相办讲啊，咱这应年应节吼，啊，咱端午节的时吼，啊，包一寡吼肉粽吼，咱一寡低收入户啊，加咱有要捐吼1000粒，予咱何美的教育中心吼，啊，因为咱啊，咱服务处登记呢啊，都有咧帮助遮个啊弱势团体吼，伫低收入户，尤其是伫咱年底的时吼，咱拢还佫有一个办一个寒冬送暖。伫咱何美呢？啊，300户的低收入户，咱来啊发这个日常的用品呢，啊，甲一个红包很贵切。啊，即届呢啊，伫咱端午节的时阵，咱嘛换吼啊来包吼啊，本来是吼预定3000粒，尾啊增加3500，即马过来啊增加到4000粒吼。慈善团体呢啊有来甲咱服务处呢啊来讲吼，看是毋是很供应啊，所以呢。数量有豆豆增加起来吼，啊嘛欢迎咱所有大和美地区的啊乡民、镇民呢啊来咱服务处遮家共同来啊过这个年啊节啊吼。4000粒肉粽爱8000片的粽箬，敢若是粽箬的量，就会使想到明仔载活动的盛大以及温馨，迄份感动嘛，予所有志工努力做无话听。新中华新闻将带进和美采访报道。